然后我们怎么都没有被邀请去加拿大参加什么发表会。你又不是无语者，你怎么会被邀请？哦，都没有邀请我们去加拿大。哦，是啊，你先去申请 DVD 无语者好不好？跟申请过了就有了哈。帅，或是这个造型，看你就觉得好帅了。为什么你已经可以飞了，我还要他妈加载啦？不知道哎、欸，想说你在那边干嘛？哪边有人你就喊我一下，感觉要两个人一起打。我这里有人，我这里也有人。哎、欸，他居然没翻窗，真的是哭啊！哎、欸，为什么我谁都看不到？排人真的很浪费时间，不得不说。他抬起来还有一个上肩的动作，真的是超浪费时间。跑起来，睡啦！好多人有大跑哦，有那么多大跑啊！我觉得这模式感觉也是要打针对、欸，先把救下来的人先弄死。为什么这个人的哀嚎声传这么远啊？我有感受到有人说附魔很大的问题。附魔怎样？回弹很大。对，没，我刚撞到墙，那个弹超大的，弹超远。为什么我可以爬到这个树上来？哦，好烦哦！没关系，就可以继续卡墙。我200ping怎样？我看你60几，不知道是不是显示 bug。哎，我发现抓背可以直接上肩欸，不用浪费时间在那边。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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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。完了。怎么了？卡呀！我发飙了呀！我嘎嘎一顿砍啊！完了，我要被压了。哎、欸，我遇到你刚刚说的那个 bug 了，我砍倒他，我听到他跌倒的声音，然后他还压我。
刚这附近有人，是没看到在哪。哇哇哇哇哇！冷静冷静。疯狂针对这只接二挂，因为又往你跑过去了，他想压我。哎我爆聘呢，我爆聘了，我爆聘了，红格掉风包加爆聘，我左上角一堆底 buff 啊。Oh my god！ 回溯啦！干你娘！做这样他妈邀我去总部，我就扁人。我好累哥哦。不是啦，我一直回溯啦。哎、哦欸，我们突然就爆开嘞！他们几乎全部人二挂，然后我们快就修完了，快不行了哦，要爆开了哦，剩三台、欸，不过这三哎、欸、没有，不止三台，剩六台。哇！我帮你处理他。耶！我们终于杀了一个人了。我来助你，那个不是 黑神话悟空里面的那个谁，我家叫什么名字？狂风大圣。我去看二楼，两个正台。前面的他 okay, 你先踢一下吧，在你旁边。哎、欸，为什么他还有大宝？他的方文板子 ，What the fuck？ 完了，这里让他多拖了好多时间哦。砰！我处理。等一下哦，我先把这个挂好。有人偷修，白痴，修完了。我的天，你跑去哪里了？那吹波啊！Oh my god！ 也太会扭，我一天扭三刀，怎样、啊？遇到对手了，对不对？我来助你，看你有多会扭。我来助你。我体力不足了， oh no. 没水了。那边有人，是不是？还是那个下水道开到我旁边啊，OK， 这里。你在他上面，我就把另一个。只跑一个而已。
我来助你，对不对？要去补个水，我没水了，真的要在这边浪费时间吗？把另一个人赶出去就好了，看他在哪。哇，知他在哪，这个也太难找了吧？没找到就算了。那我挂了。等一下啦，看能不能斩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然后找不到，找不到，算了。他会不会我一抱起来他压我、啊？没有，还好他没压，压了就是你的锅了。他应该已经走到下水道了吧？干嘛一直不出去？这下水道有三个不是吗？但是我们也玩得不错的啦，只剩一个活着的，对不对？而且我们还没打针对，是这个人到底躲在哪？为什么我们找不到他？我背高看看。看到。哦，看到了，在里面。他跑出去了。有人在卡啦。没办法啦，现在太多人在玩啦，这些不稳啊。要多一点那个啊，对，那个叫什么来着？耐心。遇到认识的人了啦，而且跑掉的还是他、欸，笑死。我本来想说你是地瓜，